好，大家准备好，两脚打开，然后屈膝，脚尖向外。好，芭蕾的预备 pose 给我，很优雅哦。音乐。我要让你感受到我们在太空无重力的状态。第一个动作叫 plie 跟 tendu， plie 就是蹲的意思，背打直哦。tendu 就是脚尖点地的意思。你有没有感觉我的手脚很轻盈？有，赶快留言哦。我让你看一下这个脚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，应该是你老花了哈。哎，记得把脚慢慢抬高，延展你的四肢，我们要能静能动哦。来咯，老师要带你去月球咯。注意看 ，pose， 停住，手慢慢打开。好，我们这边做一个 star pose， 星星式，可以吗？哦哦，停住哦。哎，没关系，如果你的脚没办法抬那么高，那你就做低一点嘛，哈、哦。那因为老师要表演嘛，秀一下我的才艺，看得出来我是舞蹈系的吧？啊，有没有掌声？有掌声，脚才会放下来哈、哦。这是我们老师说的。记得我们可以在这边呢，稍微移动一下我们的重心。如果你要把强度拉得高一点点，哦，记得我们就蹲深一点点，好吗？来喽，脚抬起来。最近很流行上太空，对不对？老师教你跳我的广场舞就可以上太空，不用花钱哦。哎，是不是很优雅？哦，后置帮我撒一点花好不好？有献花的感觉哈。好，来 pose 喽，记得 pose 用脚尖附着，手慢慢打开。来喽，星星来喽，你就像那一颗闪亮的星星。是哦，我看到我自己做都快爱上自己了，你们呢？稳定哦，不要开电风扇哦。我刚刚在跳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不能影响我，电风扇跟冷气要关掉。延展一下我们的四肢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我们就上太空了。还记得我们刚刚平衡吗 ？Pose， 牵着手，四五六，打开手，头抬高。哦哦吼，有点抖哦，那应该是流星，嘿，那应该是流星哈，帮我后置流星哦。哎，慢慢延伸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看一看我哪一只脚最高。还有一次，掌声不要太快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会骄傲。停住，停住。啊、哦！我爱上我自己了，你们呢？跟我一起，继续的延展它，继续的延展它，再高一点。我们从地球跳到月球，我们从地球跳到外太空。大家有空记得去行天宫，延展它，放松它，让脚着地了，各位。我们回到地球了，双手从中间打开，私奔到月球。我们谢谢五月天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。哦